好，我们已经抵达到了日本东京，这里呢是国会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。其实呢，今天我们来到了东京啊，也想要带给大家很多这种记者出访做什么的事情，就是私底下你看不到，可能一般其实平常新闻看不到私底下的一面。你看我们为什么所有人都要聚集在这里？我们镜头往这里看一下，大家都得要到某一个定点然后等待，因为这是国会议员是。会馆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去的，所以我们只能在外面等待柯文哲他跟众议员们就是谈完之后，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，说他们到底聊了什么，都要经过转述或者是用照片的方式。好，然后你看现在有警察来赶我们了，因为这里就是非常的严谨，比较不像台湾说就是随便你想要采访就采访，这里就是非常注重的安全以及跟人行通道的相关问题。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这边，然后进行。等待跟做很多新闻需要的需求，然后现在是很多记者们都在外面等待这样子，这就是我们很辛苦的一面。如果之后呢，我们等一下啊，在经过了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，就又要搭新干线，然后到富山，然后再从富山回到东京。今天会一整天铁人行程，所以说呢，可以告诉你们我们这一趟行程有多么的辛苦。好了，结束。